走，我们再下个坡。哎，一有坡下我们就快了，是吧？不像这个爬坡。1488，现在海拔1098，我们一直在这个，是吧？这个海拔这个区间段活动，就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呀。1489。弯道处有路口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
是九零，差事故还有十公里，我们到1500了啊，是吧？1491，1492。不着急啊，下坡不着急，慢慢的。是吧？不着急。有的时候看人开车，挺可爱的，是吧？是吧？挺可爱的啊，哎，不着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哎，不着急。
下坡得慢点，骑这么快干嘛？是啊。观察通行，观察通行，路基下沉。就这个道，这个路面可能往下走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哦，它有那个稍微起伏的路哈。现在海拔905。连续弯路，有一只狗子，有一只狗子，遛弯儿的狗子。旁边的一杆灯，伸手打水花，高把流。我去，这坡一直下这么长了。我真不是得下山然后再爬吧？我靠！咱要是下到山下以后，你后面还也又得爬一个1000多海拔上来，我就是吧？哇！我去，看那山了吗？1494。
点点。上面爬坡，过这桥就爬坡了，能看到吗？兄弟，看到吗？爬上去。1495。哦，这是傍山显露的意思哈，这个三角黄色的三角牌。傍山显露的意思。快。